信。宋元气，你在掩耳盗铃吗？我不是故意跟着你的，我就看你状态不好，有点担心。我没事。季舒老师，我心情不好，反正版权这事儿我可能也拿不下了，不如找点事儿做，散散心。你要干嘛？跟我来就知道了。是吧？上来试试，快上车！你自己玩吧。哎呀，试试嘛！哎呀，上去，快！坐稳了。我没站稳。我知道。你有什么想说的，就说吧。今晚的星星真漂亮。好看又怎么样？不好看又怎样？都是些碰不到、摸不着的东西。话不能那么说，虽然是碰不到、摸不着，但是它留给我们的美丽和绚烂，是值得我们喜欢的。那个季舒老师，白天的事你别放在心上，那都是意外，他们不值得。我没放在心上。那就好。话怎么说的像我放在心上一样？
季楚老师，我能问你个问题吗？你哪来那么多问题？问吧。这个问题我想问很久了，你为什么总以悲剧结尾啊？是有什么原因吗？悲剧就是现实，用现实结尾。可也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吧？在我看来，这两个人要是真心喜欢，他们一定是彼此信任的，这不管有什么矛盾误会，这都能解开的。生活中有很多事情和误会无关，和对错也无关。就算之前的误会被解决了，可还有现实、利益，两个人之间的感情不平等，甚至家庭。就算这些都解决了，有时候适合他们的答案也不在其中。我不信。这生活就跟做选择题一样，这确实有很多误导性选项在里面，我们只要把错误的一一纠正排除不就行了？这人生哪有不做错选择题不走错路啊。季楚老师，如果你太过片面的去判定一个人的一生，这才是悲剧呢。可有些人从出生开始就不在选项里，他们的人生不是选择题，是单箭头。他们用尽全力所求的不过是生活二字中的活，活着就已经费尽全力。喜欢、爱、幸福，对于他们来说都是遥不可及的东西。是不是没话说了？你打算什么时候恢复更新啊？快了，我会提前结束小说。如果完结后你还想要版权，我可以跟你谈。真的？真的。谢谢季楚老师。那你还打算坚持以悲剧结尾吗？那娱乐跟心情之间是什么秘密啊？你这么执着故事剧情，只是因为公司，没有其他原因？我是你忠实读者嘛，我能从你写的文字中感受到力量，我也希望我能对生活有向往，爱情有憧憬，而不是一味的认命。只是因为这个？当然不是了，你是不懂追根人的苦恼，那真的是抓心挠肝都想知道后续剧情发展。那我现在有这个机会，我肯定想打探一二。你这么想知道？啊。等着吧。啊？等多久啊？一天？一星期？晚安，季楚老师。晚安，季楚老师。早。起这么早？嘿。拍什么？我看看，看看嘛。哎季叔一晚上，他答应跟你签合同了吗？秦淼，你不会在我身上装监控了吧？你怎么知道季叔老师答应跟我谈版权的事了？不可能。什么不可能？
怎么样了？快说说什么情况？好消息，技术同意完结之后就给我聊版权，这不是同意了？也没完全答应，但至少成功率50%。我还以为答应了呢。但已经比智秀之前见都不愿意见我好太多了，50%。行行行，你厉害，好了吧？可是为什么只有50%？因为另外那50%在我这儿。肯定又去拍马屁去了。不过小七，我还是看好你的。嗯，我也是。这有点高。快看快看，技术向下爆更了，3张新内容呢。我看看，网友现在怎么说啊？网友对剧情走向非常不满意，决定弃文了。弃文？什么情况？这不是重点。我刚才进来的时候，看见贾总把林清妙叫过去了。我偷听到一些话，贾总好像看到了网友不太满意，他现在和林清妙聊他手里项目的事情，还让他加快和平台对接的速度。然后林清妙还提议让两个项目组合并，减少不必要人员。如果是做他的原创项目，那走的人岂不是……我现在就去找贾总。进。这个改天再说。贾总，我有件事。哎，对了，你来的正好，版权对接那边停了吧？不，贾总，技术老师同意小说完结之后就跟我们聊版权的事情。可现在的故事走向我并不喜欢，你看了吗？我才收到消息，还没来得及看。但是贾总，你相信我，我一定可以说服他改变剧情的。贾总，不可能的，我了解他，他这个人比较固执，不会轻易改变自己想法。你都说了，只是不会轻易，而不是坚决不改。只要找准兵，对症下药。而且贾总，我已经找到了，我不想轻易放弃。我相信他一定会成为爆款的，你再相信我一次吧。好，我再给你几天时间，如果不行就放弃。谢谢贾总。出去吧。怎么会这样？太过分了。